大家好，我是小猫奈奈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全境封锁二爸爸送给我们的这一整箱的特工箱。其实它真的有点大箱，刚快递送过来的时候，他说大概是5公斤这样子。这个也同时谢谢 Twitch 的扳手，他们把这个商品转介到我们这边，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其实不是台北市了，对，我们过阵子还要搬家，那我们就来开箱喽。哦，这好像有二次再封一次的感觉。这就是我们特工箱的全貌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拆开它了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哦，它们里面有这个。国土战略局特工小猫奈奈，这个字很好看。特工，你已经被启动。这跟我昨天工商的时候念的剧场是一样的。没有啦，好，它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蛮精致的小贴纸，应该都是贴那种安全帽之类上面的东西吧。对，它有两张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熊熊汤米。哎呦，哦，它里面有帽子哎。可是我记得它当初寄来之前，我好像有。稍微看了一下他大概送了什么，我只记得有帽子、汤米跟两个包包，所以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还多送一个这个，居然有一个公仔哎、欸，这公仔其实看起来蛮细致的，你可以拍一下吗？尤其是这个枪的感觉，其实还蛮不错的，很像我们老板之前买一尊大概9000块的公仔，好像也是差不多，也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剩下的其他东西了。哦，对，它里面还有一件 T 恤，哎，这是我照着我的尺寸吗？看一下，哎，它很均匀的给了 M 号，但是我穿的是 S 号啦，可能他们是猜我的体型吧。可是我穿的其实是 S 号，这看起来就是有点大件了。下一个，再来是我们昨天就是实况上工商的时候说要抽出的这个，哎，他们有一个侧边的桶包，它里面呢有附一个，应该是有附袋子啦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logo。然后附赠一个，应该有袋子的，对，有，对面有附赠一个袋子这样子，对，然后这就是恭喜我们昨天，谢谢工商来有来抽中的观众喽。好了，下一个是我们粉丝团有抽的那个后背背包，后背背包，它其实比很多的背包相较之下，它还蛮实用的，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它有非常多的夹层，就是包含它。本身外面就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然后还有就是放水杯的防滑袋。内部里面呢，它里面也有一个夹层的绒布，我觉得其实做的还蛮精致的啦。网络上这个也都是卖3000块钱，对，我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应该是炒出来的，但是它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包包这样子。那、这个呢，会在我们周末的时候抽一位给我们的观众。好的。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，还有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加入我们官方的 LINE。 好了，我是小猫奈奈，我们下